天气冷，难道人心更冷漠吗？来看到高雄市爱河旁，有一名70多岁的老先生晨跑时，疑似因为气温低，突然间的血压冲高倒地。他当时虚弱的招手求救，但路过的人车都赶着上班，没有任何人停下来帮忙。直到有一名刚下班准备回家的员警经过，才上前查看，立刻帮忙叫了救护车。刚好是上班时段，所以经过人车不算少。老翁倒在斑马线上，虚弱的挥挥手，希望来往的人车可以扶他一把，但却没有人愿意停下来。直到一名准备回家的员警经过，才赶紧下车查看，帮忙叫救护车。也是蛮震撼、蛮紧张的，因为想说怎么会一个人躺在地上，然后向路人招手招这么久，就没有人愿意靠近啊。这名老翁高龄80岁，16号早上在高雄市爱河旁晨跑时，疑似气温偏低，导致他血压升高，当场倒地不起。没想到路过的民众全对老翁的求救视而不见，让人不禁大叹：一大早天气冷，人心反而更冷。大部分的人也许都是这个想法啦，都是遇到像这样子路老的状况，不见得敢说第一时间伸出援手。但是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跟我一样不会吝于伸出这个援手。家属很感谢员警热心帮忙，幸好老翁没有出现中风情况，送医检查后也没有大碍，目前仍在静养当中。中天新闻陈胜仪、白问平高雄报道。